72后，楚曙花信封。楚曙1后，草棉鹅黄。草棉其用油红，熏似五谷，花呈淡黄色，结实如桃，带情吐絮，朦胧如雪。楚曙2后，秋葵冷淡，花色冷艳多姿，根据公楚先生之用，花茎麻油收住，妙治汤泼火伤，有气痰挛普救之心。楚曙3后，剑兰即墨，古之兰香在叶，今之兰香在花，产于幽谷即墨之滨，不以无人不芳，故又谓之幽兰。秋风，葵花遍地黄。